场比赛展开了。林瑞坤再分过来，又是左冲台 M1。休息太久太长，不是只有说在 SBL， 现在 NBA 也看到，休息太久不见得对一些强队是好处啊。因为太久没有投入到比赛的时候，哦，好球！哦，刘铮的 nice pass 找到周国勋。哇，这个传球是像倒水桶一样，把水倒出来啊。下，苏一杰又来了，这个地板给球找到张荣轩，篮板球下来。给到了何守正，漂亮这口火锅进来是刘铮，他很快的逃失，马上双手灌进。这球被拨了一下，展元一个成功的超截，哇，两边都有点的滑动的感觉，哇，苏一杰这球，前面在台皮这边又很快的打过来，展元做了一个假动作，忽然往篮底下 and one， 哇，展元这个球非常聪明的。哇，打球像泥鳅一样滑，这个吉田已经骗了对手，再突然来一个回马枪哦。所以可以看到蒋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他做了两个判断，看第一球停球，然后再做一个回马枪，再一个回头，完全骗了张宇。朱一杰把球带过来，再分过来，底线柳生耀的出手接，盖的火锅。郑仁伟，这个球被 O'Brien 盖火锅的另外一边，陶志捡到这个球投进了。O'Brien 这球分出来，给小左一个 wide open 的机会，三分球也有了，能够跳出来。今天柳生耀扮演了奇兵的一个角色，外围又来尝试，再进一个。问题的富邦勇士呢，将要收下在系列战的第一场比赛胜利。在这场比赛上半场一度落后到两位数的一个差距，在第三节超前比数，第四节经典的一个表现确保胜利，最后的比分79-72，七分的一个差距，最后是由富邦勇士拿下胜利。